什么是 BPSD？中文翻起来就可以说，告知是在失智症状态之下发生的行为精神症候群。那这个呢，它发生的盛行率呢，在失智症的个案里面呢，我们据研究显示，最高可以一半的个案都会发生这种状况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